多走一走，多调一调，我看看。正常啊，亲叔叔，没出现什么问题呀、啊。先看看吧，你看要不好的话，不好也没办法呀，这是调不了。这斗鱼啊，没个调，不让我调。全军出击！别急啊，今年五月份我就把网给换了，啊，我就把网给换了。电信那边上传率，我高低得让他给我整个，整个1000的。我必须得让他给我整一下。呀，这怎么是阿卡丽呀？拖 A， 平A 接中锋，平 A 闪现，平 A 点烟 ，A 接拖，他也带点烟呢。我蓄区好高啊！而且我的刀好细呀、啊，又细又长。一打就花瓶，猴哥。确定吗？我手机没花呀。我跟超管那边说一下子，问问。我搓一下，我再搓一下，走位走位，给我中风。一上来搓 W 平 A， 一过来 A， 再搓一下平 A， 平 A 接中锋，得了，看看啊，我没花呀，有的时候会这样的，就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的人花，有的人不花。会很奇怪。凑合看吧。凑合看吧，我就跟那边说着，看看什么情况。谢谢阿乐的飞机，不是阿乐呀，这谁呀？阿生的乐，谢谢阿生的乐的飞机。我先来插个眼，哎，戳 A E
一过来 A 接戳，接一回去，接一过来接中锋，一 Q 耳链，一过来平 A， 一过来 A 接戳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中锋。吃药，我戳得了，戳一刀，一扣耳链接点眼，这波就别摊平 A 了，直接杀。我想吃个塔皮怎么办啊？哎，我感觉我的这个亚索的皮肤的虚区好高啊！完了，按错了，我怎么办？请问我怎么办？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戳一刀，再戳。A 接中锋，算了，闪现吧，能不能？塔皮吃着没？好像没吃着。哎呀，真是有点烦呐。先来个绿叉吧，这把空线了，兵线理解还可以啊，否则他会亏的更多。二链，鳄鱼来了，你俩干的，鳄鱼干哈呢？鳄鱼啊，鳄鱼有意思啊，要硬杀我。哎呦我，稀碎呀！哎呀，真是稀碎，1150。我觉得我就这么点血，我都能打死这阿卡丽，我不吹牛逼。中锋。但我这边没大招，他也没大啊。一上来戳一下，一上来 A 接戳，接一回来接戳，接 A 接中锋，一 Q 耳链，一过来平 A， 一走接中锋，回家了。戳 A E， 再戳，兄弟，这是一个莽夫。
差十块钱，我找一下位好了，找一下位他抠不着我，我关键我不知道他斧子吧，西地好了，我刚才不是把他斧子给挡了吗？给我中风！算了，塔下不跟他换血不合适，一会儿给他来个双峰，让他傻眼儿。我一会儿直接给他来个双峰，一扣耳裂，这不应该呀！我夺走了。这英雄真的离谱，我跟你们说，简直离谱。我并没有哪个技能咱是放空的，你知道，并且我还挡了他 Q。 但确实是比较离谱。奶妈给大了是吗？哦，那确实人家多一个人啊，呢得挡大，阿卡丽大招怎么挡啊，兄弟？我中风，我的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他还能被下当呢？好秀啊他！哎呀，好秀啊！比我还秀啊！天，斗鱼技术那边说是反馈没啥问题，戳 A 点燃 ，A 戳，一扣耳链，莽夫啊，简直莽夫啊！我操了。
这家伙这样打下去好像有点问题呀、啊、二塔没了，不过这把我能塞没有关系，可以杀的鳄鱼，别追了吧，算了，这咋这么能跑呢，这鳄鱼，哎我天哪，简直了，别投降啊，别投降，看来我的装备并不足以能击杀掉对面众人，这波再打一波吧，高地别掉就行了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，别着急，这是干什么呀，勾来，先杀卡莎，给我杀奶妈，中风可以追，泰坦这边来人呐，可以，这个大招中风 nice， 奥拉夫杀了，漂亮，搞地没掉就行啊，没关系，我盾攻了，下路收兵，一个人头没有，没有就没有吧，没关系，都给我人头其实也不好，这把你知道吗，别的我不怕，我就怕对面龙太多了，300块小龙我们可以要，跳弹可以，先杀奶妈啊，先杀奶妈，先杀奶妈，来快勾，快点救 ADC， 这莽夫中风 EQ 耳链一过来戳奶妈，揪奶中风，平 A W A 戳平 A， 再戳闪现接中风，接戳接戳，一上来 A 接中风，这他妈虚区真的低，哇这都没打赢，哇靠，你给我把这阿卡丽杀了，哇17滴血，这样吧，这样，我身上这么多钱，那不就没办法回家呀？那不刚才不杀卡莎来着吗？我也想回家来着。
这波有盾弓，我估计都收了。没事儿，其实也没事儿。来，下路这波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先杀卡莎，再杀奶妈。你们猜我回家？回？猜不过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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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能跟那边猜啊，这没法猜。不急啊，不杀的，不着急，可以来。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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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杀这鳄鱼。后边的鳄鱼，先杀鳄鱼啊！中风奶妈，先杀 ADC， 完了完了，让 ADC 给我杀了！哎，这，哎呀，这都残血呀，兄弟呀，我们家二换一。操作可不太行啊，这操作呀，回家守一下吧，没关系。正常来讲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艾克必须得有伤害。我们家吧，他那对面全是那 AP 伤害，我们家根本不是 AP 伤害，全是那护甲，我们家根本就没有魔法伤害，只能艾克打人。完了，他还打不动人，这就不行了。他必须得能打得动人，那对面全是护甲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这鳄鱼白送，这鳄鱼喜欢白送。先杀的奥拉夫，他能高的 like 兄弟，我真是都没想到。那艾克打人挂杀呀！一顿板儿，这龙估计够呛了呀，这怎么又能打成这个样子？他能到700块钱，我都不知道他咋到的，兄弟，我说实话，就这阿卡丽都能一杀了12个人。简直我的头都昏了，来个无尽之刃吧。现在只能出春哥了，兄弟们，春哥加上我们来个繁星的提醒，小龙得要，这小龙给了我们直接输，4打5也得打，没办法，打吧。
关键他们家的鳄鱼跟奥拉夫太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奥拉夫像个鬼一样，就他妈硬打我呀！这两个人我都没法上。我一上去，他俩指定揍我，揍我我就没血。得要个春哥，点了吧。我说了，在我优势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点的。瞅这俩人，拉扯一手啊！可以打，哇，这么痛啊！这一个亿啊！哎，早知道我表摁了好了。你们寻思能这么疼？我寻思一个亿正好勾引他一波，我一个钉钉塔下给阿卡丽杀了。果然是装备给了，傻子都能起飞，你们看吗？有装备真是傻子都能起来呀。下一把，我还要来一把亚索。